生回望太匆匆，此生多少情与衷，只愿与你长相守。无边丝雨细如愁，朝来难与几回眸，你在哪一方停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讲。高阳王谋反一事，经臣调查，乃高阳王身边的程德所为，高阳王实属清白，请陛下明察，释放高阳王。有这种事？朕会好好的查一查。柔然发来檄文，称陛下弑父篡位，同室操戈，正煽动各邦讨伐陛下。柔然居然敢公然背叛朕，待朕攻陷柔然，定要他们一个都不留。陛下，元烈王子素来敬重我大魏，想来这次对陛下只是有些误会。若陛下能释放高阳王，让高阳王对之小以大义，元烈归顺迟早之事。释放高阳王，小以大义。高爱卿，若是你之前说这番话，或许朕会动心。可是现在，众位爱卿，你们自己看看吧。将高阳王带进来。这是何人？这是用不着骂了。高阳王，这怎么能是高阳王啊？高阳王咋变成这样了？高阳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殿下，你不认识老臣了吗？九，殿下，好久，带他走。殿下，九，殿下，殿下，殿。殿下，殿下，怎么变成了这样？殿下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高阳王已经变成这个样子，还要怎么对逆贼小以大义啊？若是朕交给逆贼这样的高阳王，谁能保证高阳王的安全？又有谁能说逆贼不会利用高阳王做些什么事？
你做得不错，这些都是朕赐给你的。谢陛下。拓跋余，我已经答应嫁给你了。你什么时候放了拓跋军？朕现在放不放他，有区别吗？你没听说他已经疯了吗？你相信他疯吗？也好，朕也想让你看看他是真疯还是假疯。带拓跋浚。姐，我的剑掉水里了。是不是什么都不是？你也不过如此而已。他已经疯了，不要再折磨他。我让你猜我，我让你猜我，你这个智力……你们都认为他疯了。可朕却不相信。猜我，朕想到一个办法去试探他。李长乐，我想你应该知道此物。这是我赤云家秘制的毒药，服下后一个月发作，如果没有解药，就会肠穿肚烂而死。你应该知道朕想怎么做。我有吃的，你没吃的。哎，要不要吃这个？糖，好吃吗？啊！好吃，我还要。没有了，让我吃糖，我要吃糖，我要吃糖。我的剑，我的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果然是好剑。他是你的亲侄，你忘了你答应过我的第三个条件？好剑，我不会嫁给一个言而无信的人。好，朕答应你，马上放了他。我们大婚之后，朕会给他解药。我的疼。
皇上怎么会有我们赤云家的秘制毒药？想必是将军生前赠予皇上的。那可还有解药？据我所知，解药只有一颗。将军死后，世上便没人再能制出解药。云深，朕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办到了，现在该你遵守诺言了。我不会食言的。陛下，就这么放他走吗？即使是个疯子，也别想逃脱朕的手掌。但若是必死之人，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妹妹终于把姐姐给盼来了。妹妹身子已经这么重了，应该快生了吧？产婆说就这几天的事儿了。妹妹这么着急找我过来，所谓何事？我听说圣上要立李未央为后。你躲在这里都收得到消息，姐姐真佩服你。李未央如果得势，姐姐还会有好日子过吗？她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若动不了李未央，我却动得。我怀的可是圣上的龙子，这是圣上的长子，圣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只要姐姐让我见到圣上，我就有办法对付李未央。姐姐帮我就是帮你自己。姐姐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。我可以帮你见到圣上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那妹妹就拜托姐姐了。这是御膳房特地为姑姑准备的，姑姑快点趁热吃吧。我没胃口。姑姑若是没有胃口，不如喝点姜汤暖暖身子，要不然皇上可是要责罚奴婢的。皇上驾到。听说你有事找朕，什么事？说吧。我是公主之身，我想要一场全天下最盛大的婚礼。那当然了，必须是可以媲美大魏太祖皇帝的婚礼。太祖皇帝的婚礼在大殿举行，好，朕的婚礼也就在大殿，满意了吗？
朕会让你成为世上最尊贵的女人。想办法让李未央吃下这个毒药。大姐。已经生了。儿子还是女儿？是皇上的长子，和皇上一模一样，皇上见到一定会非常喜欢。这次姐姐帮了我，以后我一定会报答姐姐。以后的事不急，如今妹妹身份不比以前，为了掩人耳目，只能委屈妹妹穿上这宫女服了。姐姐能带常入入宫，常入感激不尽，怎么会挑三拣四呢？原来这皇宫之景竟如此壮观。妹妹又不是第一次来皇宫，为何会如此感慨？以前皇上只是南安王，妹妹初入皇宫只觉敬畏，哪里敢评头论足。如今皇上君临天下，这楼阁殿宇皆为皇上所有，妹妹突然对着皇宫倍感亲切。宫院深深，一墙之隔便天人永诀。妹妹可别忘了被幽禁在宫外被抛弃的日子。我绝不会忘，那都是拜李未央所赐。等到皇上大赦天下，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回到皇上身边。娘娘真的打算帮常如见圣上吗？一个月后李未央毒发，李长如又恰好出现，这不是正好的替罪羔羊吗？妹妹暂且住在这里，一切吃穿用度，我会让红罗和檀香给你送过来。多谢大姐。我还要提醒妹妹一句，妹妹想要见到皇上还需要忍耐些时日，待我探探口风再做安排。宫里人多眼杂，你不可以随意走动，省得我也免去不了麻烦。常如一切听大姐的，绝不给大姐惹麻烦。我一定要见到皇上。快点快点，这深堂皇上还等着呢，快。是。你去哪儿？李长如，你现在敢跟我耍花样，险些把我也害了。大姐，求求你，我真的十分想念皇上，求你让我见他一面，就一面。你忘记你答应过我什么了吗？我不会让人发现我的，我只想远远的看他一眼，远远的就行。不行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大姐，你要是真的为我好，就帮帮我吧，求求你了，太监。你要是再胡搅蛮缠，就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
给我把门锁好了，给他定时送水送饭，以后没我的允许，不允许他踏出这个房门半步。是。大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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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，大姐，大姐，放我出去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朕的皇后了。行礼。屠马云，
拓跋浚，弑君篡位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将逆贼格杀勿论。
还是装疯？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。我真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你依然是我的皇叔。原来你也一直在骗我。我不会对不起先皇，更不会与你为伍。各位大人，当初先皇驾崩之时，的确有遗诏留下，但是遗诏不是将皇位传给拓跋余，而是将皇位传给高阳王拓跋矩。当年拓跋余害死景穆太子的真相被先皇知晓，拓跋余安排在先皇身边的爪牙宗爱就此杀害了先皇。此话当真？不错，先皇驾崩之前亲口对我说的。当初你为何要骗我？因为他用尚书府一家人的性命威胁我，我逼不得已只能暂时屈从。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，先皇临终之前除了向我留下口谕之外，还告诉了我一个大魏皇帝世代口耳相传的秘密。朕传位给高阳王拓跋矩，还有宫内有一条密道通往城外，入口就在大殿内，这密道是防备叛乱用，历代皇帝口口相传，别人不知道。你一定要告诉君儿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会反败为胜。如今死无对证，你为了让高阳王登基，当然信口胡说。如果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我现在就是皇后，根本不用冒此大险。我只是不能违背先皇的遗诏，不能帮助这样一个阴狠之人成为国君，更不能让那些冤死的亡魂不得安息。高大人，事关皇室荣辱，还请高大人带着众位大臣先行回避。臣告退。属下去外面看着。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谁是乱臣贼子想必大家心中有数。你们的职责是保卫皇城，保卫皇室，而不是做那些逆臣作乱的棋子。还不速速离去。是。拓跋余，你害死我父母，害死皇爷爷，为了一己私利手上沾满了亲人的鲜血，像你这样的人就该一败涂地。朕不明白你们是如何串通一气的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没你想的那么脆弱。还有我们的事业，我们经历风雨的日子难道你都忘了吗？那些誓言你要记着记一辈子。你给我听清楚，你的结局只能是和柔然之流为伍。城外有密道直通大殿，静待高阳王出宫与其会合，我与拓跋余大婚之日便是入宫剿灭乱党之时。你相信我，我不会骗你。
未央那天说他不会骗我，我相信他。我们说过一生一世不离不弃，那些听起来是侮辱的话，其实是让我想办法离开皇宫去找李敏德。好一个心意相通。君儿，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未解之毒，解药在朕的手中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君陶怎么会在宫里面？将他们拿下！是。好，娘娘。怎么会这样？皇上呢？你的皇上已经被高阳王控制了。拓跋浚，他不是已经疯了吗？你们怎么进来的？你们怎么也想不到皇宫里面有密道，带走。是。将解药交出来。我把解药交出来，你就会放我走吗？拓跋浚，你恶贯满盈，自然难逃国法。但是念在你是我皇叔的份上，我会给你尊严和体面。俊儿，我从来不用人家的可怜，左右都是死，我们叔侄俩就一起上路吧。我算一算，这段时间你身上的毒也应该发作了吧。哎呀，黄泉路上有你与朕同行，不止两个人，是三个。好啊，今日我就让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。李长乐，你又做了什么？怎么办啊？他也中了跟你一样的毒。拓跋浚，你一定心痛难忍吧？把他给我押走。解药在哪儿？告诉我解药到底在哪儿！未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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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拓跋浚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交出解药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拓跋浚，你想杀我？可以，但求你看在拓跋浚同是皇室的血脉，放过他。我李未央这辈子没有求过人，现在算是我临死前求你一次，求你放过拓跋浚。未央，未央。
好啊，朕把解药交出来。君儿，随朕来吧。李明德，我让你等住，别动，马上回来。未央，未央，你撑住，解药很快就拿来。和李未央注定只有一个人能活下去。拓跋君，我很想知道你会怎么选择。如果是未央，他一定会把药留给我。我也一样，我希望活下的是未央，我希望他永远比我活得好。拓跋玉，你根本就不懂爱。愚蠢。皇叔，我求你一件事，如果你真的爱过未央，我希望你以后什么都不要说。哼，蜜桃，蜜桃，我一定要找到蜜桃。蜜桃，蜜桃，皇上，你等我。陆阳，药已经拿回来了。你吃过了吗？我吃了。那你的毒解了没有？拓跋君，跟你开玩笑的，这不是神仙药，哪能吃了就好？不过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来，你也赶紧吃了吧。别老抱着，撒手。不要，我们走。你的手怎么这么冰啊？拓跋君，拓跋君。笑得